这些福建人有好好的房子不住，非要自己盖其他的城堡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上一期咱们讲了，因为客家人需要一个攻守兼备的大 house 来抵御外敌的入侵，于是跟房地产开发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我的房子只需要八个字来形容，皮糙肉厚，有容乃大，能搞定不？钱给到位就行。于是在四合院的基础上修建了规模更大，房屋楼层更高的福建土楼 1.0 五凤楼。因为两侧的厢房加高加厚，防御力也随之增加。但五凤楼的缺点也非常明显，因为下堂和中堂相对低矮，就成为了受攻击时的薄弱之处，所以防御能力三颗星。这一代有 bug， 赶紧升级换代。接下来福建土楼 Pro 横空出世，新款土楼将下堂加高，后堂延长。这种最新款的土楼不仅在外观上错落有致，宏伟霸气，防御力上也更上一层楼，也有了方形土楼的雏形，防御力四颗星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看着跟个黄